有在跟相信接触当中，是有接触，但还没有签呢，至少来个小签吧。我们先成团，我的代表去跟相信谈一下。破铜烂铁，破铜烂铁，破铜烂铁，就穿的跟林香一样。Energy 陈五月天师弟尤普勒，钟书伟谈旧爱，撇求婚新欢谢金颖。台剧《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》二集将杀青倒数，演员们齐聚一堂。钟书伟去年才和同剧演员永兔分手，如今就和现任女友谢金颖假戏真做，还被周刊拍到戴对戒，莫非是喜事近了？这有好消息，就跟大家讲。你在规划求婚？蛮多的，这一季蛮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对吧？前女友没有那么可怕，而且我公公有故事。对。然后我们他们在现场看得到我们，就说很自在。他跟前女友在一起。不用担心。在一起一下。真的很不错。惊喜。惠如，我又被拍到了，惠如。有夫之妇母堂欧贝卡，钟书伟虽然混戏剧圈，但曾是男团 Energy 的一员。他们四月初在五月天演唱会无预警合体，被传可能已经签给相信音乐。有在跟相信接触当中，是有接触，但还没有签。所以有在讨论之后，就有机会再看到你们表演，或是有新的作品。哦，我们五个都蛮想要，至少来个小剧团。我们先成团，我的代表去跟相信谈一下。破铜烂铁，破铜烂铁，破铜烂铁，婚丧喜庆都可以去。我其实才30出头。没有被人家怎么样。就嘴巴张开就好。嘴巴张开干嘛？对嘴对嘴对嘴。就穿的跟林香一样。给你们加油打气。期待钟欣凌能穿那样登金钟红毯内。婆婆二杀青完，她将全力备战金钟主持。虽然扬言不减肥，但在美食天堂的台南体重有增长吗？那拍戏有变吗？胖吗？没有。我跟你说，王少伟梦见我瘦到不行，真的，你讲给大家听。是梦到林志玲吧？是因为她之前太胖。她现在是真的在这一段期间有瘦下，是觉得蛮不可思议。因为她有那个。红毯包，你们要以为他演婆婆，他其实也是有一个偶像的包袱在了吗？现在应该是就上次报完90以后就不敢。知道100跟105讲出来有差吗？有差啊，我就是不要破100嘛。王少伟早餐都吃8份啊，我想要拿第二份都会被骂，被叮说不要再吃了，所以我最近有克制一点，只吃3餐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狮欧巴桑陈美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。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。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